我不记得自己在关美做的这些，我只记得这位叫叶芊语的小姐是个骗子。说到海豚，罪魁祸首应该就是你吧，单俊皓。你什么意思？单俊皓，你无缘无故的消失这么久，难道不给大家一个交代吗？你知道你自己擅离职守后对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？他没有擅离职守，他是遭遇车祸失忆了。失忆了？不对，这让我们知道的完全不一样。是真的吗？消息不是这样。是啊，失忆，这没听说过呀。单俊皓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。叶芊语小姐，你来讲讲单俊啊，不对，茼蒿在失忆期间对关美渔村的贡献。我听说他可是你们的大英雄啊。对，茼蒿是我们的英雄。他来到岛上之后，不仅把关美客栈经营得更好，还帮我们找到了中华白海豚呢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Senwell的关美渔村开发案，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和心血，本来可以按期动工的，但是因为白海豚的出现，阻止了我们的项目。而找到白海豚的这个人，还有因白海豚阻止 Senwell 的人，就是你单俊皓。不可能。单俊皓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白白浪费了。你不但没资格当总经理，更应该要接受劳动仲裁。我不记得自己在关美做的这些，我只记得这位叫叶芊语的小姐是个骗子。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，她就敲诈我，我还差点从她的热气球上摔下来。她不但不负责任，还诬陷我弄坏了她的热气球。对于一个这样的人来说，他说的话可信吗？对啊，单总说的有道理，确实。我觉得也不能相信他，单总一定是被他给骗了。对，这看是个信仰，一看就是个。单俊皓，你也太无情了吧！我听说你跟叶芊语小姐在关美渔村谈过恋爱，难道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？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编造的。各位董事，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这有必要编造吗？关美渔村的所有人都能证明这一点。我不可能跟他有任何关系。你身为总经理，亲手毁掉公司最重要的项目，你这样真是可笑。各位董事，Senwell需要什么样的总经理，你们心里面应该很清楚了。这是肯定要以公司的利益为主，都是这样。就是这么做，最终可以实现。我们所有人事都能解决，但我们是都是未来中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怎么可能？这个项目他付出了多少心血，公司的利益为重，公司节奏都打乱了，想别歇，对不对？这谁都不能解释。怎么能不过？你有利益的项目，单俊皓说的没错。我就是个骗子，我是个宰客骗人为生的骗子。他失忆后
我第一眼就认出他是单俊皓。不过，我不但隐瞒了这个真相，我还给他取名叫茼蒿，为的就是接近他，让我有骗钱的机会。我甚至还让他爱上我，好实现我嫁给有钱人的梦想。可谁知道，他竟然恢复记忆了，识破了我的谎言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找到白海豚的人是我，在关美客栈拆迁之际将照片拿到现场阻止的人也是我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和单俊皓没有关系。张明焕，你听清楚了，连当事人都承认这是个骗局，你还要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？单俊皓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个骗局。他有能力，有资格当你们的董事长，当你们的总经理。打扰了。